宝宝昨天在餐厅跟你说话的是一个什么人？黑人。是叔叔还是阿姨？阿姨。你以前见过他吗？在餐厅见过几次。见过几次？是这样子的，公主，就昨天妈妈跟你说，你可以跟他打招呼，可以跟他说话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黑人呢，他有很不好的习惯，他很不礼貌。有时候呢，在我们中国，有时候在国外，做了很多去伤害中国人的事情。我们是什么人啊？中国人。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中国人，要保护好中国，要爱惜中国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跟陌生人说话，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，不能跟陌生人聊天，不能跟陌生人走。黑人，我们更要防范他们，好吗？好的。我们是中国人。我们爱中国。对，我们爱中国，爱五星红旗。爱五星红旗。抖音。